Hello， 今天来做个彩色雪媚娘，你们的弧形太高了啊，都要彩色。今天给你们安排这个彩色，包括奶油都是彩色的哟。好嘞，来放我的馅料，放上馅料。这个馅料里面有玄机啊，你们考你们的眼力的时候，里面有啥？还有里面有几个那个有叶子的桃梅啊，考考你们的眼力。丢。我这馅料来了实在吧，满满的馅料，包一层奶油，彩色的，可以了。又要破，下一次啊，下一次下一期给你们做个黑色的雪媚娘。评论区的宝宝有好多想看黑色的啊，奶油每次放馅料都太多了，还是老样子啊，下个视频开吃。